礼拜天的早上9点，因为要跟我闺女去参加她的那个同学的那个生日，我们就跑过来买礼物了。下车。一个铅笔。咦？进去买吧，这个同学的生日会是上午10点，而且是个星期天的上午10点，我估计好多好多家长都要迟到了，他们肯定也不能像我们一样8点就起来了吧。对，然后 this person 拿上卡片，快点，快再来一张，好，先让我挑。这个月光小朋友的生日会就差不多已经第3次了，然后今天小朋友是一个双胞胎，所以要买2个礼物。好，那你想要送给小朋友这个吗？啊，是吧？你想送给他2个礼物啊？那另外男生怎么办？他们是 twins 男生。男生有那走，快点。可以了。好，那你弟弟给人家拿个什么？对。行，还需要一个。写上你的名字了吗？需要一个。我会。还需要一个长一点。我的不要送。那是你的，你又顺了一个礼物，宝贝。这是给我啊！妈妈什么时候同意又买一个玩具了？那都买了那么多玩具了，花那么多钱是不是不太好？我们是不是要节约一点？啊？哦？不喜欢吧？我们全家上了车之后才发现，没有一个人拿那个邀请卡。邀请卡上有一个我们要去的地址，但是现在。变成了这个状态，就是不知道去哪里了，这就只能凭好好的记忆，然后我们去这个 party 的地址，就好好。嗯，咱们去的地址对不对？好像对，我读了那个卡，上面说 Cosmic Air 那个 Fry Road Katy。悠悠，你在干嘛？悠悠生气，是我打开我的了。悠悠为什么生气？我的比悠悠的比我的100，比我的大100倍。我刚才不是生气，我刚才冷。你冷啊？你冷？那你冷，把空调关小一点。没。我们马上就要到了。没开呀。你们开心不？嗯。悠悠嘞？也开心。也开心，你倒是笑一个呀。你看咱来的是不是太早了？商量一下我们去哪吃饭的这个问题。去吃 sushi。 悠悠呢？我想要吃 Korean barbecue。 你要 Korean barbecue？ 好好叫 sushi。 我要去吃 sushi。 那我们现在剪子包袱锤了，只能剪石头剪的布。哎，悠悠刚才、yeah? 悠悠刚才看了。那再来一次。 3 in a row。Hi, thank you for calling coronavirus. Sorry, you guys open for lunch right now? 悠悠，你吃鹅肝吗？悠悠，悠儿，去吃烤肉跟烤鹅肝吧。没到地儿，睡得呼呼的。Hello. Hello. 悠悠写呢。把这个，抱着。带鱼子酱的，带鱼子酱的，一口丝溜。丝溜。嗯。我们家的吃饭就是这样的哈，你看。
一人一块手机，谁也不理谁。你们家吃饭是不是？beautiful。来，哈哈，又有一个，哈哈一个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要再这样玩手机，我给你没收了啊！我收到了。我知道，但我现在不想吃牛肉，我一会儿吃牛肉。好，来了，包瓜苏西了。苏西，包瓜苏西来了。你们最喜欢的？你这苏西来了。嗯，放下。来，你们吃吧，来，你们要的。这是第一次点哦，这个。哦，这个好鲜呀、啊。是是是是，你喜欢，你尝一下吧。加的这个 Sriracha， 要那个大的拼盘比较贵，要这个小的这个 Sriracha 就便宜很多。你咋啦？我要吃撑了。你要吃撑了？嗯。你不是还有好？你点了六个鹅肝，你快吃吧，你就使劲吃。好，我跟你说哈，你要是再这样玩游戏不吃饭的话，我现在就给你把手机没收。我刚吃了一口。吃点面条呢。我数三十二一。我刚吃了一口。哪个好吃？嗯，吃吧，你再把鹅肝拿过来吃吧。哟，这不是悠悠最喜欢的小乖乖吗？乖乖。你还想吃鹅肝？嗯。再点几个？五个，牛的你，你还能吃几个？你吃几个？我给你点几个。我还能吃。你刚才吃了几个？你知不知道？你能吃，我再给你点一个吧。行不？好，一个。悠悠。这是我爸爸负责打扫一下他们吃不完的。多吧，嗯，300多可以。有一次我自己带他俩来，他俩吃了12份鹅肝，花了我们三个人花了300多，就是他俩基本上就是他俩吃的。你俩把手机放下，把手机给我。那我们现在回家吗？回家吧，要休息。所以我们回家看电影好吗？我们回家了，然后回家之后这俩孩子就开始看手机，待会儿我们就一起看个电影，然后今天开心的周末就过完了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